我巧克力，在我已经寄放包包的时候。重点是他为什么送巧克力呢？为什么？我早上不是跟你说我看到我的那个的动态回顾，那边就是情人节。我来分享我男友求生欲超低的故事。让我等47分钟，因为排车位的时候塞车，感冒还用筷子刷我的火锅，去按摩搞得像帮人家按摩的人，说我的屁股很大。最后巧克力融化了，以及可以准备把我丢这一坨吗？以上第9年情人节快乐。你有人也太好了吧！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林南姐，今天帮我做毛巾就做了呀，你敢不敢去送你呀？莲花，莲花，莲花哎，它是玫瑰花，是莲花哎，莲花在做情人节，可以呀。老婆，啊，今天七夕耶，我准备了一朵花送给你。什么花？嗯。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，然后怎样？顺便帮我做头七就对了呀。你敢不要去送你呀？莲花，莲花呢？它是玫瑰花，是莲花呢？莲花在过情人节，可以呀。啊，我就不会折玫瑰花，我只会折莲花嘛。不要就算了。情人节快乐！那是玫瑰花，这莲花哎，莲花要过情人节。情人节大餐，哇，现金哦，我老公很天才，那么多钱，哇。八来，哇，好多钱哦！